要不你还是放我下来吧，不要紧压关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，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啊，不想此刻你也很遗憾吧，我们的故事画上句点到此为止吧，聊天与和笑彼此别再收藏了，谁在等亲爱的山。